切准备就绪，我们要继续再出发。今天的目的地呢是修车了，又要开始我们的修车之旅，不是修车，做保养，因为已经一万公里了。从上一次保养过来之后，啊，要不你们先走，我还要洗个头发，不用我把东西洗完，我还有点水，洗个头。行行行，先走。行行行，那我跟他们说一声。到时候你过来的时候，你们早点过来嘛。行，过去的时候给提前一天，对，提前一天告诉你。第二天。行，虎哥再见。虎哥说他还要再洗个头，让咱们先走吧。那咱们出发吧，走喽！离开这个地方，先进一下队伍，进一下队伍。口令是214。好，进来了。惠东北，进入高速公路。到达服务区休息一下，突然发现这个服务区里边竟然有麦当劳。那我们中午为什么要那么辛苦的在那儿煮粥呢？哎，给阿婷搞一下手机的导航。你看，你把高德打开。好，刚才那输入完口令之后，就进到这个界面都能看到了，就。然后它有一个队伍目的地，就是这儿从深圳，然后直接点去这里就可以了。导航设好之后，我们就要继续再出发了。肉总的车刚才出现了问题啊，就是跟我之前一样的，应该是这个涡轮增压管崩开了，所以我们现在没办法在这个淡水这个地方先下了高速。这个口呢又不方便停车，我们可能要到对面的那个加油站那边去停，地方应该是相对来说大一点。我们来看一下那根管，就是我之前经常爆的一个管子的那下面。我的那个是那个包，反正它这个只有两种可能，一种是就是这个，就这个，这边爆开了。它只有两种可能性，一种是前面爆，一种是后边爆。就是这个管，它现在我那个是因为卡子还在，它这个卡子好像是不在了，已经还是已经套在里边，所以现在太烫了。
没有办法把手伸进去，等会儿发动机稍微凉一凉，我看是不是已经套在那个管上了，它有可能一开的时候直接滑到那个里边去了，那管那个卡子，因为这种卡子一般不容易断的呀，不会断的，要不然就掉下去了。哎，掉下去不就没了吗？对啊，对，这个通地了，它里面镂空的呀。那会不会卡在什么地方刚刚好？就是这根管子了，是不吗？就已经彻底松动了。我之前那管子是里边那头，看到没？它这个比较简单，我那个要修那个管子，我还得拆这个水壶。这个就比较简单了，这个就直接把这个管箍卡上去之后，然后重新套在这个头上，这样就好了。但是这个还拧不动，扳子扳手伸不到里边去啊。那这他就不会要拆这个吧？拆这个就大工程了。看一下，这手也伸不进，手也伸不里去啊，对吧？太烫，现在没法那个什么，没法伸手进去摸。他没有再小的了。没有再小的了，哦，没有再大的了，再大的就是刚刚那种，又特别大。这个管的那个什么螺丝位置不对啊，靠，这拧不好拧啊。哎，那还拧得住，还行。对吗？我忘了哪边是紧了。往哪段？这样，顺时针是紧的吧？差一点点。啊，我把那个箍子给箍进去了，然后用现在拿那个起子再帮我拧，给它拧紧。我要不要再买个箍子备着呀？不用。会不会开过去的时候？啊，有可能。会掉，又掉了。那你先去再赶紧去再买一根。啊，我用扳手给你把这个螺丝刀拧不紧了，但是我不知道是几号扳手啊。应该跟这个是一个号的嘛，对吧？你看，可以卡得上去。这个是不是有点松啊？刚才拧了一下，给他们感觉，哇靠，这个也松了。它这个顺便帮它固定一下。哦，不来个集装箱。我们必须停在这儿，没办法，要不然它这个车再走走不动了。它这些管箍是不是都松了？这个还紧呢，这个差点松了。好了。他也跑了很久了，应该没有检查过这些小细口。刚好在这个眼里面能看到这个螺丝啊，所以就手能伸到机器里边去，蛮好。这个必须用扳子拧，改锥是，起子是拧不紧的，靠扳子的话就每次只能拧一厘米，就这样反复的。您就行了。这种卡环啊，一定要买质量好的。后来发现了，甚至要买双股卡环，单股的有的时候根本卡不住。好了，拧好了，先发动。搞定，应该是没问题了。刚才肉总买了几个备用的，给我备了一个。踩到三千转，现在目前我们把车修好了，车修好，米老来上来吧。把肉总车修好之后，暂时能开，到时候再去4S店仔细做检查。
因为今天已经，你看现在已经3:56了，要4点钟了，去了深圳就要正好要赶上限行啊什么的，所以我们今天打算去一个附近的驻车位先驻车，然后明天再说。